还可以给他一个形容来讲，那应该那讲吃好做比好，吼，那吃那成差不多，来讲话啦，袂。即摆一个食好，我是当然啦，咱平常时这个从台湾来收集的条例啦吼，诶，啊是讲衫咧穿咧戴啦吼，咱是拢做方便，拢做方便。哎，平常时个一定要保养一下，哎，要买就是买这物件，要穿就是要用穿这多的物件。哎，一个保养办事了，哎，咱即摆收平啊，收赚的钱，就是讲我今日为虾米我就爱来做工会，石头，哎，咱的施工头家有啥在变的？其实咱一个方法，可能就搞错了，就是讲我今日赚这钱。哎，并不是我一个心上传我所讲嘅两件事，迄是咱人一种生产的一种欲望。啊，唔知讲咱其实咱今日谈钱嘅话，还有更伟大的目的啊。诶，咱讲国家嘅使命对吼，啊，当然咱今日在即个上班做这个事，咱用无时间来办一件物事，用为所在，跨越面对最大，用为是讲。啊，因为咱这种习惯就是培养，加上来讲，诶，外界咧会甲咱培养，他迷惑我们，伊想尽办法要来迷惑我们。啊，咱心都无定，唔讲，咱讲电视，大家讲电视，电视这个广告，其实吼，伊那是怎样？那是用一种，当着讲这种，这个啥，催眠这个感官。诶，咱今日看这个广告，伊用迄个物件，迄个是品牌。一直甲咱讲，讲到尾啊，哎，那是我们当年我们比较没有钱，但是在引诱我们，啊，一直管就管，在这个疫情当中一直灌输你，哎，我来刚刚说，我们没赚钱，是的，啊，为啥物？因为讲就是安尼，一个是压力，咱人这个疫情中的重点，哦，啊，所以呢，咱就是讲在这个疫情当中不用你去灌钱，啊，所以。被解开了，跟你讲，哎，没有这些东西，啊，其实刚是人家需要，不一定啊。比如讲，咱做平常时候，百货公司，那你到百货公司，哦，来买物件，即摆啊，还是会用奖金办哦，要从咱家己的钱哦，安尼，本地哦，用拍死的价格，啊，但是哦，无法度，你拍完了，甲你偷回，个偷回啊，迄钱哦，都比你个个人信用卡来得便宜个法度。刷卡，刷到被刷爆了。对，咱这个先讲咱出来的两个，咱出来这三个三，我们想想看，盖三，大家清点，靠大家清点。咱这个啥？这咱厝都房，好像厝基，咱个规划嘛。靠所谓的乌龙用掉，但是这物件对对来，当然可能讲诶，这是人生。但是呢，直接拢是对来，一到这大的东西，一到潮汕，那去看到了，诶，我好像永远都找到一件，然后把它买回来。我那是从另外一边来的，我那是从主要这两边那个的，那变成了后，然后分别的所在，结果三个人。衫裤在用啦，咱们在用，哦，是咧厨具咧用咧用啦，不是咱咧用啦，啊都应该是，哎，你敢真正咧需要，是真正需要，咱就是，咱两个是同一个关系，咱家己培养出来这个关系，啊，咱这个做容易，随便咱这个关系，咱家己无去注意哦，哎，那你也是听这个是这样，没有去注意到它，啊，然后我培养出来，这样。啊、所以呢，咱两个使用是比较大，简单。啊，所以哦，咱话讲，咱为什么审美会日益减，是比较低调？咱的最主要原因，本来最本质不重要的物件，为什么外国人偏多出来？我来定义回来，叫惯性，对不对？惯用，哦，惯用。所以哦，咱一定得喜欢的，不需要物件。明白，无需要，然后咱家己思考啦，因为平常咱在生活中嘛，咱大家拢知影，咱拢有理，我们有智慧去判断，哦，咱卖用着外在的利息来伫咧看，用咱这个地位，用咱所学的物件，因为咱拄仔讲过啦，咱这个问题，咱靠观照来，咱靠变出了。
那无永远就在这个问题当中，这种拢是必须的物件，哦，拢是必须的物件。所以，需要物件到底啥，我们自己去判断。当然，每个人都不一样。我袂当讲哦，你当袂当买，还当袂当买，你不能袂当讲做咧，有些条件啊，更有规则来去进行，拢是不行的啦，不行的。所以，这种肯定需要需求把它降到最低。啊，当咱这需求降到最低的时阵，咱个持续是重要。咱市场讲个持续啊，但是要啷持续？迄需要物件，迄想要爱物件，想买物件都侪，咱们是做对家己，根本都无可能的代志。所以，用需要的东西把它降到越低越好。啊，其实外界咱物件拢拢是安那，拢拢是一种假象。其实咱看吼，虽然讲咱拢知影，讲外界这物件是真的啦，但唔过呢，偏偏咱平常是无注意的，哎，拢会感觉来真实，会感觉这个东西拢爱真实。事实上，是这样，那是习惯的东西，那都是习惯的东西啊。所以，一点就讲，卖随顺着咱主意的这个事情。好、哦、关系，过来呢，所要做的是爱改变个性，好、哦、啊，开创点。咱着做平台，所以讲成功。地主自身上升地位不离自身，即是福德。句话是用在咱做五种的情况，哦，是句话是咱做五种的情况，用在五种的情况。地主自身上升地位，即是福德。那么这句话最主要是讲啥？讲是讲，咱这个地位，只要一个人有地位，来一个我都看到，来这日常生活当中，发到他们理解历史，来处理有关。哎，一个人啊，我讲人从历史处理有问题，对不对？福田是这个，福田是呢就没有，因为所谓的这个福田，对不起，跟咱一般所讲的福分无同款，因为咱一般所讲的福分，就是讲，哦，咱人富贵呢，咱地位高，哦，还是讲钱多，哦，还是讲事业等，哦，咱来讲咱这个福分，但是所谓的这个福田呢，是啥物？是咱人一种地位，在这日常生活当中，处处会当理事原理、历史、历甲事会当处理较关键。换句话讲，就是讲，伊发作从何来控制咱所处理的个代志，啊，袂用这个物件控制。会当控制着这个物质，啊，袂去用这个物质甲咱控制。安尼，这个人了解，就讲。啊，哪呢？大家讲，他真正的，好，啊哪来的？大家情况呢？有福报的人，福报的人啊，啊，实际上，今日我可能听钱的，听钱不一定啊，因为毕竟是真正有地位人，我可能听钱干死啊。无地位人，总来讲，摆在他面前的，哎，真侪的啥存在？哦，啊，钱也是真的，但是他还是没有办法去享受这个东西。哦，啊，你讲是钱呢？这个工作是比较不是这样，不能。啊，所以呢，那个作用就是讲，地主自身上升地位不离自身，即是福田。所以福田呢，你多看，要是讲咱对着这个名，上升，当然福田。
你那天也喜欢喝，终于搞了人家啦，就讲咱要安排在自己手上，咱讲会当来，啊，真正咱来，咱是讲讲收到的比较快乐嘛。但是问题讲，咱心情真正快乐，到底是安怎快乐？当然，这样愈自由的人，愈自由的人，伊当然是愈快乐啊。但是，啥物才是真正自由？是身躯的自由吗？还是心的自由？应该是心的自由。咱心的自由，真正是依靠我们自己快乐。但是，变啊，变啊，拢是也是心的自由，这是重要。所以，咱是用咱的各方面所处的心、意识嘛，是不会，意识就是咱心嘛，个比较最终目标啦。咱。咱讲老师讲讲，到我七十岁，咱随心所欲，伊真正咱随心所欲，已经是咱家己个应所欲，是感官意识。达到这个境界，咱讲个东西是这样子。啊，伊已经是完全掌控到自己的业力了。伊家己了是已经完全控制了，无啥物话我都比较认同了。所以我讲讲咱本自性本无动摇，已经重要咱人个。来放下最多的应该，然后比较宽容来放下。啊，所以之前这方面，我们对这方面的这个掌控能力，那到后面少年人，那我这些少年人哦，干的就干了，哦，就糊涂了。他糊涂，他那个有我看，我稍微经营出来了。啊，这经营哦，当然啦，咱看着这个数字在外面，你看啦，为了实现他的欲望的变化啊，利用这些人哦，红书啦，你把你搞到愉快，今日哦，一个愉快人生啊，你别爱啥，我拢会当互你，但是有一个条件，啥物，讲你爱随时派工课给我做啦，你爱不断派工课给我做，你若无，我会甲你顶死。快下去！